性淋巴瘤是原发于淋巴结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，有淋巴细胞和或组织细胞的大量增生，恶性程度不一，临床上以无痛性、进行性淋巴结肿大、发热、肝脾肿大、恶病质的为表现，按病理和临床特点分为或迄今淋巴瘤 HB 和非或迄今淋巴瘤 MHL 两大类，中医无恶性淋巴瘤病名。根据淋巴结肿大描述，常见病名有湿荣、湿疹、络痢、湿疽、痰核、恶核等。肝肾阴虚症主症，神志上、中、下几处或多处淋巴结肿大，或伴腹内结块及或形体消瘦，午后潮热，口干咽燥，腰酸腿软，头晕眼花，手足心热，夜间盗汗，脉细弦或沉气对数，舌质红，薄苔或少苔，脉细数，治法滋补肝肾，解毒散结，气滞毒瘀症主症，胸闷不舒，胁胀，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或皮下有结，局部疼痛，有定处，小便短赤，舌质暗红，或舌有瘀点，薄黄苔，脉沉气或细弦，治法行气散结，化瘀解毒，气血双亏症主症，面苍唇淡，疲乏无力，色少微呆，面之虚肿，心悸气短，多处淋巴结肿大，脉细弱无力，舌带胖齿迹，薄白苔，治法益气生血，扶正散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